林冠浩应该是昨天的第九人了，简浩在底线 for three。 对，也可以看到带回阿吉给底线的简浩外线，有 Douglas。冲过头了，对，冲过头了，可惜。好，这边一个多打少，三打一，所以轻松的 lay up 是简浩。龙奎哥讲的啊，如果梦想家，对，第三节哈，领航员在篮板上的保护真的做得并不好啊，越倒地了，不过才没有噪音。林俊杰的第十个，好，现在对方是一个三打一，陈正杰的上篮没进，简浩双手拖进，对，领航员还来不及回防哦。阿什文，哎呀，就是避免走步之后的一个失误，简浩三分线发起，我想一个平射炮命中，哇，需要一个暂停了。